我跟老父亲找朋友以来第一次看雪，成都下了好大的雪哦。有没有飘飘？把那个飘飘给我嘛。好，谢谢。哇哦！一大碗，像一碗沙冰。雪。南方妹儿，你想要抓的小飞虫，这些都是你想要抓的小飞虫。猪猪，猪猪，你刚才不是在外面看，漫天都在飞吗？就是这个东西。舔是不行的，这冰冰脸，哇，好冰哦，好冰哦。放一坨在猪猪身上。哼哼哼，本来是没粉。那个，还有个是这啥子东西啊？感受过吗？南方妹儿没有见过吧？生下来就没见过吗？呼呼，你看冰冰，快化了是不是？你看的那是冰了，不是雪了，变成水了呀。会不会给打雪的？咚！闪开，不是个咚！这是想玩，这是干啥？这是叫敲起。行吧，处理了，处理了。然后我们上一次呢拿了雪回来给家里面的猫玩，我就想说跟猫猫一起堆一个雪人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人造雪，尝试一下用这个人造雪来做一个雪人吧。我们先放一点点看一下它膨胀的状态。哦，来，我们现在重新再做一次，多倒一点。像不像雪？很像雪啊！我们现在来做雪人，先做下面部分。来，哎，走开！闻是可以闻，但是不能吃啊，不要舔它。嗯，插根棍儿，是不是很怪？嗯，好可爱啊！装饰一下，旧衣改造计划。嗯，是个扇形，然后再对折。雪人套装。哎，猪猪，像朵眼睛，戴上小帽子。我做个猫耳朵，就做成了猪耳朵，就让戴着这围巾，好像有点短了。哦，秃了。哦，有点乖。嗯。快点，分儿看一下，分儿想看。来嘛，来嘛，分儿。闻一下就好了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看一眼只能看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白老师看，白老师。
能闻出花儿来呀，一直在那闻。哦，你让别人心虚了，对。别把帽子给你丢了。你把整别人整秃了，明明就没有头发了，赔你道歉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我帮你道歉。摸一下，能摸一下虎虎这个雪人，今天我们一脚把他踩扁。开玩笑的。把它收起来了。移植。嗯，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效果。哎，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装饰。呆呀，你怎么那么呆呀？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贺大家新年好。